大老远呢，坐火车来到河内度假胜地山上的沙巴，结果云雾缭绕，连这个有名的缆车可以到山上啊，都停驶，维修一个月，每年都会有。刚好很不巧，我们来的时候呢，这时候就停驶了。怎么觉得好像手机冷到不能动？我，虽然如此，这个缆车站呢，实在盖得非常的华丽，旁边呢就是有名的 Sofitel 五星级饭店，可以看到，哇，伸手不见五指的感觉，手都冰。现在呢，体感温度大概2度而已哦。